这个男人是只可怕的吸春怪，他专门捕猎刚满18岁的人类，以拍写真为由骗他们上钩，只要被他盯上，不到一秒就会被他吸干青春精华。每次吸完后，他都会将精华收集起来。这么做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自己年年18岁，而是卖给美容院的院长。经过他们的包装，精华就成了抗衰老的神药，只需往脸上一涂，80岁的小女孩都能重返18岁。可那些被他吸走青春的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只见这个刚满18岁的女孩小莫，经历了吸春怪的吸食后，醒来时什么都不记得。为了打发走他，吸春怪把美照递给了他，还把照片全都精修了一遍，他人还怪好的嘞。然而小莫并不知道，这套照片将会成为自己的遗照。等他回到家后，他就发现自己的眼角长了一堆皱纹，一开始还以为是灯光问题，可来到厕所再次看向镜子时，眼角果然有皱纹。就在他拿护肤品时，上一秒稚嫩的脸蛋转眼就成了皱巴巴的模样。小莫吓坏了，赶紧跑到客厅找手机求救，可伸出手的瞬间，整条手臂也在迅速老化，甚至连说话都能掉出2颗牙来。看到此景，他腿一软，顺手打击了手飞。他想伸手拿时，无奈自己体力不支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原地老死。第二天，他的室友回到家，就看到客厅里出现一条皱皮的大腿，上前一看，就被眼前的场景吓坏了。只见有个老太躺在地上，而她已然没了生命迹象。没过多久，警方赶到现场，根据老吴的调查，女孩在发现老太的尸体前，家里并没有撬锁的痕迹，而且老太身上也没有外伤，死因不得而知。更奇怪的是，老太身上还穿着小莫的衣服，包括她脚上那条代表幸运的脚链。为了查出老太的身份，阿强让老吴采集指纹回去调查。接着两人找到报警人，女孩称她的室友小莫不见了，就连随身携带的手机和包包都没带走。她怀疑是那个穿着小莫衣服的老太杀了她。接着两人问她小莫昨晚的动向，她赶紧拿出小莫拍的照片，称他昨天遇到了一个摄影师，本以为他会成为未来超模，可如今是死是活都不清楚。这时老吴也查到了老太的信息，经过指纹比对，老太的信息竟和小莫一致，这让几人十分震惊，同时也疑惑是什么让一个18岁的女孩瞬间老成80岁。阿强赶紧把尸体带去给法医检测，法医说小莫的死因是衰老，可这种早衰病太过诡异，从业多年的法医都没见过有人竟然能一夜之间变老。听完，阿强顿感不妙，他怀疑其中可能牵扯了伪僧怪物。于是两人找到了阿郎帮忙。得知小莫的情况后，罗莎很快就在古书中找到了线索。古书记载，格林先祖曾干掉过一只甲虫怪，他们拥有吸取猎物青春的能力，也叫吸春怪。他们吸完人类后会吐出一种不老浆，这种液体只要涂在身上就会让老化的皮肤变得年轻，但不老浆会让人上瘾，久而久之身体和精神就会被它摧残，严重的则会变成一只怪物，而那些被吸走青春的人则会在几小时后迅速衰老直至死亡。格林先祖在干掉吸春怪后，在他们身上发现一笔钱，他这才意识到吸春怪只是不老浆的供货商，背后肯定藏着一条巨大的产业链，看来罪魁祸首就是吸春怪，可去哪里找到它却成了难题。现在只要输入南部，就会出现一段随机文字特效，快看看你的是什么吧。此时吸春怪来到了交易地点，他把不老浆交给了一个美容院院长，还警告他不要过度使用，要不然后果很严重。院长果断答应了他，接着就拿出一笔钱结束了交易。可吸春怪并不知道院长早就掉进了钱眼里，等他回到美容院后就开始调制起了面霜，经过他的加工，一款名为不老泉的面霜就出世，而他79块的定价也引来了许多爱美人士。院长看着店里不断涌进的客人，看来自己想什么都难了。接着他就给第一个顾客做起了项目，只见他将不老泉涂在女人脸上，经过紫外灯的照射，不一会女人皱巴巴的脸就恢复了弹性。Oh my god. Oh my god. 很快院长的不老泉成了当今热门的产品，而吸春怪正好看到了这条电视广告，看着屏幕上年轻几十岁的女人，他无比恼怒，院长竟然不听他警告，甚至还用这发家致富。吸春怪一气之下联系到了院长，质问他为何不听劝，难道后果一点都不考虑吗？没曾想院长却淡定地说，这东西会让他俩身价过亿，只要他不断提供不老浆，他保证一个月内就能给他赚来一个小目标。听完吸春怪思考了一番，最终答应院长和他合作，毕竟没人会跟钱过不去。这次有了吸春怪的加入，院长再也不用担心不老浆的用量，直接把剩下的半瓶涂在了自己脸上，想感受一下年轻的感觉。而吸春怪为了赚到小目标，不断寻找猎物给院长提供货源。另一边，阿强两人在档案库里找到了类似的案件，过去3年里发生过6起衰老致死的事情，死者都是18岁出头，第二天就变成了老头。当时办案的人觉得死者得了某种传染病，就没有当成刑事案件处理。这时老吴带来了新案情。 Car rolled off the road, driver dead. And you're telling us about a traffic accident. What? Driver appears to be in his 90s, license says he's 19. Thought you might want to check it out.听完两人连忙前往现场，死者和小莫一样都是衰老致死，而阿强也在驾驶室里
发现一张摄影工作室的名片。他突然想起小莫室友说过，小莫死前曾找过一个摄影师拍照，两起案件都有相似的点。于是两人顺着这条线索追查到了摄影师的地址。一进去，阿伟就拿出了小莫的照片。得知他的死讯后，西春怪并没有紧张到现出原形，还淡定地说小莫之前来拍过写真照，但拍完人家就回去了。阿强两人问不到什么有用的线索，便留下名片离开现场。可两人依旧怀疑他的身份，毕竟两个死者都是在他那里拍完照后第二天就老死了，而且墙上还挂着一堆人的照片，说不定就是他的战利品。为此两人打算调出他最近的动向，而西春怪看到两人走后赶紧打给了院长，告诉他自己可能被警察盯上了。可院长却不管那么多，不断催促他赶紧供货，因为今天客人实在太多了。挂断电话后，院长看向镜子，自己果真年轻了20岁。 My God, you look fabulous。此时阿强两人也查到了西春怪的通话记录，发现他经常和一个美容院保持联系。阿伟调出了美容院的视频，看着院长标榜自己的产品能让人年轻几十岁，阿强觉得院长或许是西春怪的买家，现在想要找到西春怪可谓是轻而易举。于是他们找到阿郎夫妻俩帮忙，想让罗莎装成客户进去卧底，顺便拿到不老泉的样本，如果检测出里面有人类组织，那么就可以将这个祸害人的美容院封掉。很快他们来到目的地，阿强几人守在外面时刻准备行动，而罗莎也来到了美容院，拿到预约名额后就坐在大厅里等待。没多久排在前面的几个老太就做完了项目，他们出来后果真年轻了不少。而下一个就是罗莎，当她走进美容室时就被院长的脸吓到，一看就是不老浆使用过度造成的。罗莎问她不老泉成分会不会出事，可院长却保证说这东西纯天然，一用就会年轻几十岁，看着她就要将不老泉涂在自己脸上，罗莎连忙拒绝。而院长为了不浪费手上的不老泉，现场给她示范了用法，只见她将其抹在脸上，然后打开了紫外线灯。看着这恐怖的一幕，罗莎只想赶快离开，可院长却拦住了他，不断跟他说不老泉真的有用，甚至想让罗莎摸自己脸滑不滑。就在两人争执时，一辆车停在了美容院门口，阿强几人看到是西春怪，决定立马过去抓个现行。此时西春怪来到了美容室里，看到院长扭曲的脸后猜到他肯定用了不少，而院长并不管这些，直接伸手拿走了不老浆。这时阿郎赶了过来，看着院长准备给罗莎涂药，他直接上前分开了两人。争斗中院长失手把不老浆打碎，见状心疼的他赶紧趴下身将不老浆全涂在自己脸上。而阿强两人赶来时，西春怪察觉有危险，直接现出原形和他们打了起来，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碰上了硬茬，阿强四人直接把他当成了皮球踢来踢去，西春怪很快就服软了。可就在阿强抓捕他时，院长却从身后干掉他，只因在不老泉的摧残下，他的精神就和脸一样扭曲，虽然他暂时年轻，但却成了永远的怪物。 How old do I look? I'm 69 years young. 如果是你，你敢用这个不老浆吗？好了，我是椰球，咱们下期见。